这个老师从来不让学生们学习，可他却每次都能让学生们考满分。但就这样如此优秀的老师，校长却要开除他。因为就在昨天，有两个女学生突然找到他，说什么都要给他洗车。见两个女孩如此热情，老白也只好答应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两个女孩并不是真要给他洗车，而是另有企图。然而就在老白回到房间后，突然他听到一声汽车发动的声音，刚想出门查看，结果其中一个女孩就满身湿透地挡在了他面前。没多久，只见苏珊生气地从老白家走了出来。回到家后，苏珊哭着告诉母亲自己被老白侵犯了。母亲听后整个人都气炸了，于是母亲赶紧来到警局报案。警察让苏珊描述整件事情的经过，可苏珊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警察看出苏珊是在撒谎，也许老白根本就没有侵犯她，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迫于苏珊家有钱有势，警察只能假装到学校调查老白。然而当校长得知后，他立马就找到老白并将他开除。老白听后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怎么会侵犯自己的学生，这明显是苏珊在陷害他。校长无奈地表示，不管你有没有侵犯苏珊，我都要把你开除。谁让苏珊家是学校的开发商，不把你开除我没办法向苏珊母亲交代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老白找到了一名律师。当律师得知他的遭遇后，二话不说当即决定要免费帮助他。然而就在当晚，老白却发生了意外。此时老白正开着车准备回家，这时他突然发现有辆车在跟踪自己。老白本打算停下车询问，不料对方却直接撞向了他。只见老白的车子一下就扎进了河里，还好老白命大，没有被淹死。老白知道这肯定是苏珊家干的，不过这还不是更糟糕的。更糟糕的是，又有一个女孩找到警察举报老白。女孩名叫珍妮，她声称自己也曾经被老白侵犯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说着说着，珍妮便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虽然珍妮没有证据证明，但警方看到珍妮的样子并不像是在说谎。就这样，在珍妮的控诉下，第二天老白就被送上了法庭，而苏珊作为受害人也来到了法庭上。只见苏珊再次哭着说出了自己被老白侵犯的过程，而珍妮也讲述得头头是道。这时老白的律师站了出来，律师表示经过他的调查发现，珍妮说老白在7月1号侵犯了他。可一周后，珍妮因打架被抓进了警局，结果珍妮的保释电话却打给了老白。这么重要的电话，谁会打给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呢？这显然不符合逻辑，所以珍妮的证词都是假的。律师威胁珍妮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陷害老白，如果你再不承认，我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珍妮听到这话瞬间慌了，她只好说出真相。原来老白根本就没有侵犯她，这一切都是苏珊教她这么做的，并且老白也没有侵犯苏珊。苏珊之所以要这样做，目的就是想毁掉老白。苏珊见事情败露，当场暴怒。现在轮到老白将苏珊告上法庭了。为了不让老白起诉自己的女儿，于是苏珊的母亲找到老白协商。老白倒也痛快，不起诉苏珊可以，只要给钱就行。母亲没想到女儿竟然对自己说谎，她决定给女儿一个教训。于是她把祖父留给女儿的1000多万遗产全部赔给了老白。当苏珊得知后，她立即找到老白，接着就是对老白一顿臭骂。原本这笔钱是给苏珊改善生活的，这下可倒好，母亲把遗产全部赔给了老白，现在苏珊杀死老白的心都有了。晚上老白带着巨款回到家，这时他突然发现地板上有一串脚印，他警惕地顺着脚印看去。So you got my mom's money. 只见苏珊兴奋地扑向老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人计划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提前拿到祖父的遗产，当然珍妮也是其中一员。此时三人正幻想着有钱人的生活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另一边，警察罗德已经发现了三人的阴谋，可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，罗德根本无法将三人逮捕。没有证据那就搜集证据，于是罗德找到珍妮直接摊牌，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三人的阴谋，并且还故意将老白的消费记录拿给珍妮。罗德告诉珍妮，老白背着你购买了私人豪宅，这显然是不想把钱分给你。珍妮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心里还是起了疑心。于是等罗德走后，珍妮赶紧给老白打去电话，可电话那头始终没人接听。这下珍妮心里彻底慌了，担心老白跑路，珍妮赶紧开车去找老白。可她不知道，此时自己已经中了罗德的圈套。见珍妮离开家，罗德立即开车跟上。很快珍妮就找到苏珊并将此事说了出来，而这时恰巧老白也给苏珊打来电话。当得知罗德找过珍妮后，老白非常生气，珍妮怎么能相信罗德说的话呢？明显罗德是在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老白告诉两人千万不能中了罗德的圈套，不然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。老白答应两人，等他处理好自己的私事，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，享受富人的生活了。听到这话两人这才放心，可苏珊和珍妮不知道，这一切全被躲在一旁的罗德用相机拍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罗德就将视频拿给了局长，他想证明老白和苏珊是一伙的。可结果局长看到视频后当场暴怒，局长表示这个视频根本说明不了什么，反而苏珊可以利用视频告你私闯民宅。罗德认为这两个女孩很有可能是老白的傀儡，如果再不逮捕老白，
苏珊和珍妮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可无论罗德怎么解释，局长就是不相信。结果当晚罗德担心的事就发生了，此时苏珊正和珍妮在海边喝酒，然而喝到一半时老白却突然出现，只见他一把抱住珍妮，接着便示意苏珊去拿袋子。没想到老白竟直接抡起酒瓶砸死了珍妮。珍妮死了，那么老白和苏珊就能平分珍妮的那笔钱。随后两人将尸体装进后备箱，经过一番商量，最终两人决定将珍妮埋进沼泽，因为沼泽的气味正好可以掩盖尸体腐烂的恶臭味。两人本以为没人会知道，可没几天罗德就接到了珍妮男友的报案，男友称这几天他一直联系不上珍妮，他去找过苏珊询问，可苏珊也不知道珍妮的下落。但男友知道珍妮失踪的当晚一直在沙滩上和苏珊喝酒，很快罗德就在海边的船上发现了血迹和几颗牙齿。法医经过比对可以确定血迹和牙齿就是珍妮的，这下罗德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想法，明显老白是想要独吞那笔遗产。珍妮死了，那下一个就是苏珊了。为了保护苏珊的安全，于是罗德赶紧来到苏珊家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当罗德见到苏珊后竟然把苏珊给杀了。